止不去，又徘徊在穹顶，秋风渐渐的呼唤，听了尽是孤单。绿叶的翅膀翩翩走又为难，行走寂寞般跟着飘进灰暗。我不问不问，保安齐小姐，刘晨曦在天地之间许下你们俩一生的承诺。挣扎只是拖延，无望的苦叹，一生中的情感，回忆找不到怎么摆脱纠缠，找不到方向。我管他怎么样了，少爷，他正在里面做手术。手术感觉怎么样？很棒吧？在危急的状况之下，以冷酷的手段对叶芝产生了其他与其竞争的业者，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大家都称呼他为少爷。少爷越来越帅了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可以，跟你单独聊一下吗？伊恩，5年前出了一场车祸，脑部受到严重撞击，幸运是只有一次性受伤。他车祸前的记忆全部丢失。儿子。在你身旁。